声明，本文所有史料均来自于中共地下工作评述一书，作者保证史料之真实性，同时无任何影射，不涉及任何政治。在青楼文化，董淑君如同所有的青楼女子一样，少时家境贫寒，就被自己的亲生夫妻给卖到了青楼里。但另有不同的是，没过几年，董淑君慢慢长大，不但身子长得曼妙，还天生长了一副好嗓子。在青楼老鸨的悉心调教下，没过多久，董淑君就名噪一时。未见董淑君一面的人更是应接不暇，历史又是惊人的相似。一个叫做夏之时的人，花重金给董淑君赎身，然后将其迎娶过门。夏之时取董淑君的定情信物是一把手枪，他告诉董淑君，如果敢背叛他，那就用这个手枪亲手打爆他的脑袋，本就是委身于人，董淑君只好屈服。夏之时贪恋的是董淑君的美貌，但还没等过多久，夏之时就玩腻，而且董淑君并没有给夏之时留下儿子，所以夏之时动辄对其拳打脚踢。最后董淑君在某一个不知名的商人帮助下离开了夏之时，然后带着自己的女儿在上海滩开了一家叫做锦江川的菜馆。如果深谙民国历史，还是一位老饕的话，对这家菜馆一定不陌生。我来说一下去过这间饭店的名人吧：杜月笙、黄金荣、张啸林、戴笠，甚至连卓别林都亲自前来品尝。回去之后更是写了一篇文章来称赞董淑君做的菜好吃。杜月笙每次前来都必须要排队，但杜月笙仍然常常到来，对董淑君的手艺十分赞赏。从这开始，董淑君的人生终于离开了青楼文化的剧情，董淑君的后半生进入了另一本书《中共地下工作评述》。你没有看错，这位身姿曼妙、能歌善舞、做得一手好菜的东美女，还是一名身经百战、隐藏在敌人的内部的我党地下工作者。而董淑君也找到了自己的另一位如意郎君，中国地下党员吴克坚，两人结为夫妻。董淑君和吴克坚在饭店的掩护下为我党收集情报，成为了我党的地下联络员。后来董淑君因为身份被日本人怀疑，惨被抓获。不过董淑君凭借迷人的外表以及手艺，很快让日本人打消了顾虑，将董淑君给放了回来。1940年，董淑君接到了周恩来总理的秘密电报，让其拯救张澜。张澜当时被关押在监狱之中，有上海警备司令不看守，想要营救张澜，必须先得买通上海警备司令部，而其当家人就是心狠手辣的杨虎。为了营救张澜，董淑君亲自前往了杨虎的家中，用美人计和杨虎谈了一晚上的，就将其说服了，成功将杨澜营救出狱。